嘿，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酸。今天228连假，那难得的假期，但是外面又下雨，所以就在家玩《皇室战争》吧。那我现在用这个矿工队伍来爬电梯，不过我之前是用带小兵进，我现在把它改成我最早期的一代的毒矿系列，就是带长毛哥布林。我现在把长毛哥布林跟哥布林大队同时都拿上用，然后我觉得效果还不错，所以目前来到一路来到时间八，今天看我们接着挑战时间九。好，那今天虽然说是放假，但是因为公司的事情很多啊，所以，事实上我白天的时候都在努力的加班中。现在好不容易找一点时间，稍微喘口气、抽身一下，不然放假的时候也在工作是很崩溃的，是吧？这里守一下，感觉他要打一个推进了，好。哇，现在是流行。好重哦！好，被劈了一斧，啊，这一斧就把我刚累积，也不算累积的优势，就是飞桶达到优势赚回来了。好，现在王子双王都被调强了嘛，所以在天梯上还蛮容易遇见的。然后一般带这个双王的组合呢，都会配上小闪，所以我第一塔如果没保住的话，是非常风险非常高，而且我已经遇到好几场这种打法是。哇，还被抽到，太惨了。都是双王，不然就是一只王子的情况下，然后后面搭一个 AOE 的伤害，不论是女巫或是飞果屠夫。好，那就是打一波推进流啊，来吧。终于出现了，快点！好，打快的，我一块不破。好，石头这时候出会不会太慢了？只剩20秒，还下采集器。好，加油，我们再定一下。哦，有点危险。完了，哦，他这个旋风，好，差点被他抓走，好险！这波要是那矿工那斧没敲到我，这场真的是死得很惨。好，好险，好险！下一场，我现在在做的工作跟影音剪辑有相关，所以其实。蛮有趣的，只是我现在还没有跟大家说我在哪边或是在做什么，主要是还想保留一点小小的惊喜感。好，这边矿工送进去了，然后再丢一个飞龙，烦他滚木，没有小闪，好，那就因为。真的蛮有机会，大家之后在某一个地方看到我的，所以我想要留下这个惊喜感，所以就暂时什么都不说吧。拉得到吗？好，拉不到，那我很尴尬了。
好，然后小心被他的旋风抽走，所以这边抓一个比较旁一点的位置。好，下一个矿工要来抓公主用，所以把矿工留起来吧，不然公主还是很麻烦的。在什么牌组？快点，你需要地狱塔。好，对方这波硬推的，好险守下来，抓一个，抓到了，那就再一个飞桶，骷髅，好，可以。毒药，那这波可以，矿工这样抓的时机算还不错。好，不怕不怕，抓走。好，这里打一个快的。旋风。哎，你看，怎么那个不给撞？哎，等一下，是手机快没电了。好，没事没事，我们这场拿下来。好，刚跳了那个充电讯息，害我紧张了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快了吧？四九，还差一场。希望可以顺顺利利的。多了一个长毛哥布林，是灵活了一点啦，但是就还是对上那种对方 AOE 一堆的这种伤害还是很麻烦的，就是飞虎扑扑什么的。哦，小乌柳，哎，太酷了吧！哦，这个位置很棒，我觉得苦于不知道怎么下这一波，就这一手对方帮我们。多补一些单位进来。好，这里再投一个哥布林出去，不要让他的房子建起来。好，这波这样子走，小闪。好，小闪进去了，送出了两只哥布林，抓起来。好，没声音。好，对方还在努力弄出来，我们尽量多打一点，把它打破最好。一般我打。不论是天梯或是联赛呢，我都会把一塔打到残血，然后就不打了。因为毒矿牌组要破两塔不是很容易的事情，所以我会尽量，因为把多打破一塔的话，国王塔就起来了嘛，这样子我就更难破另外一塔，所以，但是他因为这个是。小屋型的牌组，所以我还是会完了，这波有点伤，野猪跑进来了，好两下，哦，好痛哦，不可思议，好，可能还是要拼一下左塔了，因为这个在两颗火球，我也没什么太大优势，说实在话，啊，这波还是撞到。失误再一发，然后对方可以很安心、很安稳的来打左塔，来打右路。好，
这样子看可以多投一点。有点危险，哇，好痛哦！那个野猪，29秒，现在反而我在劣势了。好，打保守一点吧。好，我也拼个合就好了。好，这个我觉得他火球应该是11了吧，不晓得，看一下。好，11，感觉很痛的一颗火球，这砸下来。好，来这场打平，所以下一场继续还得再盯一下，没这么简单。好，409这边又是，哎，这里毒药可以，希望不是皇家驹。好，这里上。然后对方水费用尽了，好，这波就矿工这样顶到一波直接爆炸，还不错。然后铜毛哥帮忙牵拉扯拉扯，好，大堆。啊，刚刚下毒药了，他走，好，没关系，这样还可以，因为你们想说抓旋风的话，对方有可能会补矿工而已。嗯，目前为止这样状况还不错，不要犯太大的失误，应该还可以。好，对方要拼一波了。可以感受他旺盛的企图心。哦，痛哦，痛痛痛痛痛痛！啊，这个矿工不好，抓他一个。反正的位置，哎呦，这里毒药，发一个，好，再回一个飞桶回去，那补毒药。矿工来了，抓起来，然后补上，好，大队四一，好，耶，好，这是4900跟上下的这个世界是截然不同的，然后这边突然变得好难打，上4800是稳稳的上，但来到这边又盯了一段时间，好，耶，我们上一季好像没有到4900就。这次就又把它爬回来了，还可以。那，下一次我们再挑战，不是下一次，就是下一集我们再挑战上5000吧。嗯，一直想上5000，但是都没有成功上去。是说卡等，可能都还是不算很低，但是严格上来说啊，像这个地方等级已经
都近乎到13了，我这边可能还是少了一级左右的等级，包括地狱塔，这个野猪这边都已经11级了，巨人也差不多11级了。好，那没关系，之后再挑战看看吧。就我们毒矿的牌组，然后把冰豆豆换成了长毛哥布林，效果还不错，推荐给大家。那今天影片到这边啦，如果你喜欢这影片，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通知小铃铛。我是阿松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